可以拖动摇杆来控制前进方向，点击技能栏中的图标可以释放技能进行战斗。可点击任务追踪，上可你获得新装备了，快打！获得的装备和道具都会放在背包里面，打开看看吧。点击装备可以将它装入快捷栏。哦，老许，你学会新的技能了，打开技能面板可以查看详情。
你们两个精小本来想